白山水带来的不仅是水，而是长白山岁月沉淀的纯净，更带着大自然的天赐祝福。长白山，白山水。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天元品围棋频道。今天呢，我们继续在这里为您现场直播第23届农心新拉面杯世界围棋团体锦标赛，今天是第12轮。那么昨天呢，是我们中国的米玉婷九段是输给了韩国的申真虚九段。今天呢，将由日本棋手于正奇八段上擂挑战。今天来为大家做讲解的呢是王浩洋七段。王老师你好。邱老师好，观众朋友们下午好。今天已经进行到这个快接近尾声了啊。对。然后这个激烈程度呢也大家也有目共睹了。确实。因为现在我们中国还剩下柯洁。无论如何，今天这盘棋如何，柯洁明天肯定会上场，这点可以确定。那么韩国呢，就是就剩下小申，就是申真虚，然后日本棋手呢，后面还有一个伊利寮，今天上场的是于正奇，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实时的，就是现在这个申真虚正对着电脑在下棋。我看他今天好像看起来挺沉稳的，昨天看着有点紧张。今天可能还是比较自信感觉。没错啊。看上去很自信的样子吧。对，由于昨天的棋呢是第11轮的重赛这个也是非常少见的，好像在农心杯的历史上虽然有过重赛，但是好像没有就是往后推一天，那等于整体的赛程要往后推一天了。就是于正奇日本的年轻棋手，其实他也不算年轻，他95年出生的，比申真虚还大五岁呢。八段，那他其实如果在日本的话还是八段，就证明就是说他还挺年轻的。是因为感觉上正常来说一般在如果在日本他应该升九段还是比较快的，应该是我感觉对，没错，好像就日本像经常打进循环圈啊，就成绩比较好，那好像升九段应该是指日可待了。对觉得行，那我们下面先来看棋，然后再慢慢的跟大家聊一些这个农心杯的一些往事吧。好的。这棋今天经过拆先是于正奇执黑先行。执黑下了一个错小目。今天申真虚他下的实际是个对着人家的小目，对着小目也是比较新颖的一个开局。没错。申真虚的话，他其实不管怎么开局，他其实对这个布局上的了解还是蛮多的。是是是。所以他觉得你可能这样的话，反正我都是了解的，我下个你不太也不太会的，不太会的这样我应该还是有信心吧。那么黑棋挂就是作为黑棋来说呢，我感觉就是他其实现在他如果比如说这种棋准备好的话其实也是可以的，只不过可能就是他心情上就是感觉如果对着手作为黑棋来说他有点不肯，就贴木嘛，他这个还是觉得不太肯，觉得他想积极一点还是去挂角没错，利用他的先手的一个权这个优势。昨天下了也是小米执黑先行，他是下了个错小目，然后他守了个角。守了个角。他是这样的，不过这边的结构就不太一样。那今天小申居然下了一个对着人家小目，那好像执黑的这一方也没有什么理由不先去挂他。对。觉得是。挂这个然后挂这个。这个其实很多就是我觉得也是一个小申布局的一个准备吧，他觉得就是打破你的一个套路。对对对。我们如果都站在一个50-50的角度，那我还是要碾压你的。没错，是这个意思。他们这个猜先应该是下之前刚刚猜的吧？对，他们现场猜的，现场猜的。对，他不可能是前一天猜好，前一天猜好的只黑一方完全可以准备了。当然肯定作为那个一棋手来说的话，其实在猜先之前肯定还是会想和很多黑的布局的。没错没错。他准备的话只能准备黑的布局。对，他也不可能准备白棋的布局。因为他也不知道对手会下什么。但是黑棋的布局他肯定是有想过一些。但这样的话他等于就是现场像是觉得这样打破一下你的一个意图。是的。对，最近这个说起来稍微有点远，就是觉得这个盲盒很流行。
啊，然后还有朋友跟我建议，你们围棋是不是也可以采用盲盒的战？然后，哎，我这个有点拐不过弯来。我心想，盲盒是怎么着呢？那难道说事先这个棋手都不知道他对谁，到时候现场猜吗？还是怎么着？啊，盲盒，你可以不知道他下哪儿，有那个我看到那个就是经常就是上课的时候中午还休息，他们在玩那个叫隐形棋。是吗？啊，他们就玩隐形棋，就有一个裁判看着，然后呢，他们对局双方说，如果我要你下，坐这边，我坐这边，对，他我不要，对，不是面对不是，面的就那面对面的个，下面棋，对面。然后这时候我说我要申请下隐形棋了，哦，然后还这有时这候，招，然后这个人呢就背过去啊，背过去，然后呢他告诉裁判，比如说现在这手棋我隐形棋下在了这里，下在了这里啊，那么这时候就是意思就是说，比如说你脱先了，然后比如说哎，这时候没有，就等于棋盘上现在没有子，对，那么现在该棋白棋该你下，你下哪？哎，如果还你挺有错，意如思果你碰到这个隐形棋呢，那么他这个隐形就暴露了，就得正常的放到棋盘上的，了。比如说这个时候你看他没走，你飞了一个，那么这时候哎，他隐形棋出现，他我拐下去就了，下去了昏过去啊。对，这是隐形棋了。这是一节啊。趣味，应该对对，说哈。不过曾经我那个时候还确实在很多年前，就也是我在就大概就国青队的时候，然后那个我不太记得是什么那个网站，然后办了一个就是一个九路赛的隐形棋比赛，对，我见过的，哎，有过的啊，那个裁判是很需要水平，那那个个是裁电判脑吧，是电脑，电脑我见对，过，是两个人坐在两边下，然后那个裁判就坐在中间，然后他啊，们两个人下哪儿，然后没下有，哪儿。他是在电脑上比赛的比赛，我记得那还挺好玩的，对，这可以增加围棋的很多趣味性哈。飞压两下啊，跳一个。对啊，就这棋，以前的话给感觉就是说还是被飞压两下，白棋有点不太舒服，不太没肯。错，哎，就电脑刚刚流行的那一会 AI 儿是啊吧？，AI 那时候，刚刚流行的那一会儿，觉得被飞压是亏的啊，但现在好像他又转了。哎，他通过自己的学习，好像他就觉得其实飞压两下好像也还好，对。也还好。白棋的话，这个跳和飞还是稍微有一点学问啊。正常我的理解就是说，这边如果你是白棋的子啊，当然是不是白棋的子也不重要，就是你将来啊，作为你来说，你特别想贴起来，那么你就跳。如果你觉得这贴起来这边也没什么价值，发展不了了，那就飞那呗。么我建议你还是飞。哎，对，就是因为跳的话呢，就是怎么说呢？肯定棋形更薄一点。将来比如说黑棋有这种拖，对吧？这有冲断，对。然后呢，将来它这种压了压，这种借用，包括这种冲断打了之后打了拖，就是它一系列的一些利用手段。那么一飞的话，局部棋形白棋肯定是比较厚的没错，啊，就相对来说这两个棋形来说，肯定是跳要薄一点啊。但是就是它强调的还是下部这个贴起来的一个价值，啊，所以就当咱们下棋的时候，如果跳完你觉得这个贴你很想下，很有意思，那么就跳啊！你要不想下这个局部呢，你就飞一个架，将来大家可能这个地方就差不多了。那现在这个局面下，我觉得这个贴好像还是挺有价值，是不是？对，还是考虑跳一那还是跳，个？哎，那对，还真明显是跳的是啊。的，有的就现在这个白棋是星位，它肯定跳起来，将来贴很厉害。那么就这有的时候它有点搞不清，有点模糊不清，就是也不太清楚这个贴起来到大不大的时候就比较模糊了。这个就得靠自己的判断去下了。是的，然后接下来黑棋尖顶。哎，我是觉得好像这个尖顶一般多用在星位的尖顶哈，这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尖顶我觉得特别常见。但这个时候尖顶呢，好像一般是比如说这边有子，然后尖顶了长起来这种，对，这这个个想尖法顶，多一点。反正如果让我来看的话，肯定是没有办法接受。就对我来说，就这棋作为黑棋的一方去尖顶这个，就白棋的时候尖顶其实还比较多。其实那个，如果自己新的棋友，如果发现，就是一开始白棋下完四个角以后，黑棋来挂角，其实白棋尖顶的跳的下法是很多的。就小木是吧？对，就是可能就是比如说这个星是这样的嘛，这个棋就是比如说这样，然后他来挂角，然后尖顶，当然这是白方，就是对，这是样是比较常见的这其个实还挺见的，挺多的，挺反正多的。对，是因的。为什么呢？其实是有，就是有道理，就是白棋首先，它尖顶跳以后，就是你这边的发展，它是其实是没错，限制你的，对，是的，然后他觉得跳出来呢，限制你这边的发展，他是能接受的，而且他作为白方，他
尽量的要把这个局面就是说打散，对，或者更简明一些，对啊，那么他选择这样简明的一个定型以后呢，他可能会下的会比较流畅一点啊。那作为黑棋来说，其实你见到这个尖顶，无论是这样的还是现在实战的这个样子的这个换了一个角，嗯，都是比较少见的。是，我好像觉得这个下法印象当中我以前没有见过，哎，这种局边下，对，黑棋的这个尖顶确实是比较少见，是的啊，确实比较少见。但是主要是现在如果是尖顶还是跳的话呢，就感觉黑棋这个方向也是一般，好像也是比较一般，嗯，然后和这边的这个黑鸭也好像也不太对，两个好像有点不太，有点打架，不太般配，好像是吧，这个好像你走在外边，这个你怎么突然又走到底下去取地了，哎，嗯，这稍微有点那个不太正常的想法，觉得比如说哎，对对对，我觉得这期限无可厚非嘛，哎，啊，或者现在其实尖也好，我觉得走这一个，守一个，嗯，就是我觉得让白棋飞亚米也没事儿，嗯，就是守完之后，对，我就跳出来啊，嗯。这样的话，就是你一个星位，就是这个咱俩长得一样，嗯，对吧？我现在这个和你的一个星位，我觉得我也不差啊，嗯，长得也不比你丑，黑棋结构还不错，是吧？我觉得还可以。现在你压过来，我就围一块，对，你要不压，我就贴起来，对，啊，嗯。就这样也可以，都正常。包括陈老师这个尖起来，我觉得也是非常正义的一手，我感觉就很堂堂正正，感觉也没什么毛病。我感觉就是可能 AI 的首选，我感觉就是很正义，对。然后接下来可能白棋会从这边对对对挂那个小木角，哎，就是，啊，嗯，就是这是比较正常的。这个尖顶我还是持保留一些，我觉得有一点稍微有一点猥琐。啊，这个棋我不太明白他为什么要这么选，或者说他觉得这个结构他接下去他比较了解啊，嗯，玉正棋我也不太懂这件事情。他应该是这样想的，嗯，就是他的构思应该是比如说你等小白拆，那我就他对他这时候再守角啊，这样的话呢他本来他很想守这个角，嗯，但是他如果先手脚呢，他被你飞压了，他觉得不舒服，不舒服，嗯，对，他觉得不舒服啊，那么他想先交换两个啊，嗯，他没有选择跳啊，他选择飞，这样争到先手以后呢，再守这个脚，应该是他的一个构思啊。那如果说他觉得，比如说你如果这时候白棋从这边来，那我就要加是吧？啊，那将来呢，他可能他就加过来，嗯，对啊，他这一下呢，他还是便宜了，就是说如果黑棋单飞，将来再尖顶的时候呢，那白棋应该不会长。没错啊，白棋有可能搬了打一下拆边，或者直接拆边都是有可能，嗯，啊，尖顶它的长如果能加到这个呢，那局部来说黑棋还是有利可图吧，嗯，我感觉。嗯，总体给我的感觉，我觉得于正棋还是比较本格的那种，好像，嗯，对对对，就是普遍的日本棋手还是一些，对，是的，嗯嗯，就是他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构思，对，他的想法就是我这头抬起来了，对，我先那你再敢不拆，嗯，我就要加你了，那我头抬起来，嗯，再加你的时候，我明显对你这两个子的压力比在这儿要大得多了，是的，嗯，他还是就想先手抬个头，嗯，接下来白棋会怎么选，白棋他挂这个他不肯就这么简单拆拆然后让你把这个角守住，啊，这样黑棋的结构是不是看起来还不错，对，只要守这个就是他拆这个还有一个不太舒服的因素，嗯，就比如说黑棋走这个刚才我们说的这个贴起来，嗯，本来是一个绝好点，嗯，但现在好像贴起来完了之后黑棋有一个绝好点，陈老师你感觉现在黑棋有绝好点这个难到我了，难到我要这个点三三，哎，对，这个，嗯，这个一点的话白棋就会有一点左右为难，嗯，这个著名的你到底当哪边，著名的歌曲，啊，左右为难，左右为难，这现在当哪边都很难受，就是你不论当哪边你好像的结构都要受伤，总会啊，你的这个配合总会出现一点问题，嗯，结构受伤了。哎，如果这个子他如果比如说放在这儿，那这白棋基本上他配合就完美，嗯，对吧？你现在主要是你要拆的话，这个贴你可能贴不了了，白棋，嗯嗯，这也是白棋可能不走的，我觉得一个想法。嗯，对你拆完以后，现在将来你要再走，有可能就是不好下了，嗯，基本上这方就不能走了。将来就是黑棋如果走挡三点三三，你就挡了连扳。把黑棋吃掉，就这一方可能不能再下了，嗯，再下你再被一点三三，你无论挡哪边可能你挡这边这个子爬出来，这个子肯定效率不好，你要挡这边呢，嗯，这个贴起来肯定反正你总有一边是不舒服的，对下的对，嗯，不管怎么说，对，小山还是选择脱先，他这个地方他挂肯定还是瞄着直接要靠下来，我感觉就这个棋，就比如说如果黑棋脱退
我感觉他应该就直接要动手了，粘完以后现在就夸下来，我感觉直接就动手。这是一个什么图呢？如果说这样的话，我搬这个，啪。现在是长吗？长吧，我就爬，我就一路给你爬出来。你就直接爬出来啊？对，我就直接爬出来，特别简单明了。对，我就爬，特别简单明了的就爬过。这个棋呢，就是大家可能觉得以前就咱们学棋的时候，那时候就爬二路，对，老师讲的这个爬二路是不能接受的。是的，但其实现在的话，它的理论还是发生了一个比较天翻地覆的一个变化。其实，我觉得你爬出来好像黑棋也挺难办的。爬出来之后，黑棋这个棋，我感觉就是。如果看胜率，我感觉已经非常非常不好了，是吗？就是现在等于现在，因为你现在这个地方是这样，你不走的话，我一接你脚上，显然是不活。对，你要不就是搬了先手，你要不搬了虎完了，你再活一个杀猪嘴，你要搬了力完，将来你打劫活也受不了。现在就等于说，但是你要打拔的话，就是其实白棋爬这一堆啊，它其实是有眼的，也是有目的。黑棋这走到外面，其实它没有什么东西，白的就比如说我就飞一手。这样的话你黑棋还得跑，就等于白棋其实这一串它没有花更多的手数，其实它是一手一手交换出来的。它相当于拆了一个边，其实白棋。我现在看这个结果好像觉得黑棋也不太好。对，将来白棋这样再立一立，这个黑棋还非常的难受。对。如果是下成这样的话，我确实觉得黑棋是有点不太好。就直接就靠下来了。就直接就靠下来。就直接靠下来的话，这个地方可能黑棋会单长一个，有可能会好一 点。单长这个。对，有可能会好一 点。单长这个你也是。我飞吧。飞。我飞。就其实我就是想出头这个地方。然后小尖。你可能小尖。然后这个棋形的话，白棋是搬一个。就是。这可以搬呢。对。这个棋就是。比较常见的一个下法，那个这个棋，很多棋友可能是挤的比较多。对啊，我是在想你是怎么出来的。但是挤的话被连扳住，其实好像挺麻烦的，是出不来。对，然后你要退的话，可能这棋形就效率就会差很多。就经常我们碰到这样的棋形的时候，这个气是这样紧的时候，搬起来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棋形。这个断占不赢吗？对，你要断的话，我就退出。就这样占不赢是吧？这样的话。我好像我记得这个棋我可以压，然后打吃，然后先尝一个，先尝一个，让我想一想，先尝一个我怎么办？先尝你只能这样勾出来，对，你好像只能这个。哇，我有好疼啊！然后对我搬可能接上吧。对啊，我是接上吧。对，然后我搬。然后我只能这么。你反正不管怎么，反正我怎么都得怎么都得一下。对，贴吧。然后对，然后搬，你再吼。下成这样以后，白棋是不是接一下？就是他可能会就是寻求一个弃子，白棋。将来这个地方再一个收气啊。我觉得黑棋不太好看，这好像。就是主要是。这几个打可能会有点难过，对，特别损，很有可能难过啊。如果说白棋其实现在的话哈，我觉得你断，我有可能吃也可以。哦，就吃掉算了。对，吃其实这样，先手打拔，你接上，看开一点。对，我再拆个边。其实我感觉我应该也还可以。这样好像白棋也还不错，也还可以，这个图也还行。对，是。这个等于我先手拆边好像也还可以。刚才这个弃子哈，作战好像也可以下，因为将来这期搬了一虎，好像刚才那个棋，我觉得吃的不太，吃的也不舒服，很不舒服，很不舒服。所以这个搬是大家一定要就是说掌握的一个下法。那么现在黑棋有可能会可以搬这个，就搬的时候，就是因为征子黑棋有利嘛，对，就把它征了，征了，对，然后白的虎这个，然后可能。搬一个要吃了是吧？对，有可能让你吃气不够了。对，气不够了。了这打了一耙一点就死了。就这个角可能死的有点大，有点大。就虽然能争掉一个，但是好像脚上牺牲的有点多。就是白棋等于一手棋，你的脚变我的了。那你搬这个的时候，我能搬吗？你搬你可以，就是你可以先搬粘一下。搬粘上。对，我虎。
然后挡住。挡，然后我就立一个。就走一个吧，走一个，然后我可能就这样走。其实实地还是挺亏的，黑棋。黑棋脚上就五目棋。对，你扣掉我的五目，等于你脚上有点少，就没目了。等于就是，哎，你搬瞻一下，和我走完之后，你脚上还是没有目。是的。啊，这样你虽然你可以提我一个，但是可能就是比如说白的这种就走一走。啊，这个图看起来白棋也不错。好像白棋也还可以。是的。那就是说好像白棋无论怎么选黑棋都没有一个好的图。对，就这个地方被靠断其实还是蛮严厉的。就是大家可能很多人觉得拆完边以后才能靠断，其实这棋不用拆边直接靠断黑棋。都这儿都离得这么远了我都靠断你。应该是可以，我感觉应该是可以。黑棋所以能拖实战就这么走的是吧？没有没有实战，他先拆了一个黑棋白棋没有靠断，对，他没有直接靠断，他下的还是比较温柔的，他比较温柔，他瞄着，没有直接采取这么火爆的手法。那黑棋就算了吧，我觉得小尖一个，小尖一个算了，我感觉这样稳住，是不是？没有吗？没有，他加了一个还是对。脾气还是很大的，这白棋得靠断了，我觉得。对，确实。这怎么办呀？白棋就要靠断了。这怎么办呀？黑棋，这棋能行吗？这只能冲啊。断。接上，然后爬。这都是必然。对。现在怎么跳一个？对，他就有跳的，白棋长这个。那就只能就搬一个，就转换了。转换了。但问题是转换这个白棋，他这三个子他不觉得他是死的呀。他不觉得他是死的。这是断的。我还以为你是那个什么。那你断我肯定很高兴让你吃了。是，就是我要断你可能你就气了。就吃了。你就吃了就完了呗。对，就是说我可能大头鬼，我可能鬼。滚不到你，我是应该往哪儿走？你可以提完之后，你就可能就自己简单跳一个，我觉得就可以。这样我再提，然后你在外边就走一个。那白棋很开心了。这个好像黑棋比较干枯，对这个棋还不错。白棋虽然提三个，但是没有目。这白棋出去以后，这两边白棋都走的比较好。是的，是的。确实，我这样吃你好像不成。不能这样吃。我觉得这个图好像还白棋不错。看起来。那不能这样吃。那我。但是我搬得搬吧，要不然这边隐匿，我觉得就是现在等于，就假设现在白棋我有一个，你连下两个好像也不成，也不成是吧？对，我让你随意摆两个，这个就是说跟我们那个飞刀棋，就是我如果走在这儿，你可以连下两个，但你也不好下呀。我也不太会，我到底走在哪儿才是？你就至少你避住我的气肯定是最好的了，但是这边我二一点好像杀气不够，黑棋啊。我点了一搬瞻，无论你挡那个我都搬瞻。这好像已经死了吗？就你可能挡完扑勉强蹭个劫可能可以，但劫肯定黑棋不行。我觉得已经好像死得很脆的这种感觉。其实你只能挡了扑这个嘛。是挡了扑打劫。打了扑打劫是吧？所以你不逼住我的气，那你只能脚上做活，那我还就不会了。是的。所以说这期黑的肯定是只能搬，对吧？这是必然的。那么现在刚才断的话，这样大头鬼扑不到两个三个。那如果说我小尖你立一个，我挡住你怎么样？那我就点一个这个棋，感觉你的气能不能杀得赢，这是个问题哦。我觉得杀不赢，就你可能我得靠这个立。如果我挡这边被你你挡这个，好像已经完了。对，对你可能得立这个立，其实是说我现在我搬过来给你打劫是有可能有可能。然后其实我就算吼一个，你收气。我先手走完，我脱先了，感觉你这吃的也不太也不太大，所以感觉这个力好像你让你连走两个，你这棋应该也还是不行，是吧？对，所以肯定应该还是得搬，应该还是得搬，搬完呢就是说不能断，那就接上，接上啥？他是虎的，他实战是虎的，虎的，这个地方还是很有讲究虎的白棋是弃掉吗？他才不气呢，他才不气呢，我都被惊到了。我一直以为这三个子就是死的，对这种状态，就是说，或者说你借用一下，结果他给他连根全逃出来。就这棋黑的
不能。我就奇怪，这棋为什么不行啊？我觉得能挡住吗？是冲断，好像它可以冲断。这个棋其实，那我就，只能这个了吧？不，这个能行吗？这个其实说实话，白的我感觉它可能只需要这个，你可能也不行。我比如说我压打完了接上是吧？对，我就打这个，那如果这个图，恐怕黑棋也不太行。这个这样，感觉黑棋应该也不行。这太干了，这脚上才，这才多少目？17目棋，这外边这个白棋这个棋形，实在是太好了。刚才断的时候，黑棋能跳吗？这棋，跳会不会形成一个转换？不知道，这样。跳如果冲一个，冲了断吗？还是对。我冲你打这个是吧？先把这口气闭住很重要。争子，那我先靠这个。单长这个来不及，现在争子不利吧？争子不利，我肯定不能松气。对，就是现在我肯定气是，你松气肯定不行，气是不能松的。那你现在端这个，端被你拐我也来不及，我是不是就这个靠一个，接上，这估计也会形成一个转换，这个得判断，你现在接上，然后把这个冲了，这样，你搬下来，对，然后这样怎么样？这个怎么样？这个图好像感觉白棋也还不错。白棋就那边死了点，但这边有点花呀，看起来。是尝一下吗？是先尝一下。要尝一下。尝一下。对。这样白棋点着。点一个。如何？这个要不要先？这个应该是我觉得是黑棋比较好的一个图。这个图好像看起来比前面那几个要好一点。都要好一点啊，好一点，都要好一点。都要好了。可能黑的也只能这样走吧。如果说是。断一个那就跳呗。对。是吧？对。前面几个图是确实是肯定是不行了，就好像已经很远了，就前面几个图看着，没错，那棋没法看了，可能是会下成这样，这样的话肯定还是一局棋的吧，那现在是，好，黑棋没动是吧？退了。这个直接虎出来也够硬的，说是这么下，对，但是够硬的。他这样下可能也他直接挑战，对他觉得反正我也有可能弃子，就是反正走几个借用的话，可能也还行。要看于真奇他敢不敢迎头而上，没有他没有去，敢不敢直接就这么毙死他？他没敢，他是选择退。退兵，这种时候就很考验计算的速度。这农心杯这用时，我觉得对日本棋手来说可能不太有利。就他有可能不太适应，是吧？他们循环圈，我记得是每方是五个小时的，然后保留十次一分钟多秒。十次一分钟多秒？对啊，然后三大赛的就是棋圣、名人和小棋圣三大赛的决赛，七番棋决赛都是每方八个小时。然后十次一分钟都要，你想这样的棋对他们来说肯定是快的不能再快了，他来得及算吗？这是一个大大的问题。为什么景山第一盘就是下的大家都觉得有点疲软那种感觉，就是因为他刚下完那个两日制围棋，他下这个肯定不适应，毫无疑问。对呀，那确实对他们来说，他能适应这一个小时，然后一次一分钟读秒，这就崩得快太多了，这不是一点点是吧？差的。那对他们来说，确实是有点快。对。那也挺有意思的。那他们平常训练备战的话，那我就不知道了。但之前不是景山刚刚四连胜嘛，在第二阶段的时候，那个时候景山就感觉状态很不错，大家还有说就是说景山棋长了，我是听说有圈内人士反映，我说景山那几盘棋下得很漂亮，很出色，确实。那段时间我想他的用时
大部分在网上练肯定是就是那种快棋的啊、嗯，肯定不是那种两日制的围棋。对对对，这两日制的围棋跟这个一个小时的围棋是一种围棋吗？我都很怀疑。应该是有时差，我感觉这时差是要调整起来，好像差太多了。应该是有时差，应该有时差、嗯，这个确实时差还不少。而且咱们国际大赛现在大部分都是每方两个小时，嗯、然后五次一分钟读秒，这是比较标准的。对，标准的。是稍微慢一点，也就是每方三个小时，人家是每方八个小时，两日制。啊、哦，那确实有点得调整，差太多了。对对对，那是有一点啊、嗯，哦，翻起来，我还以为就你看，就低感确实就是低感，就忍一个这样。这种地方小生绝对不会忍的，啊、反击。我的感觉是他肯定不会忍，嗯、他既然这里都虎出来了，那脸肯定是就挑最狠的下了已经。嗯，他就要求保持这个冲段，你只能弯出去的状态。他没走哦，他不是这个。他说的是棋，我搬一下就可以跳出去 OK 了。那边我不用管他了，是吧？他有 Yes OK 了，就是他，反正他从这边是个黑棋，要从就是要走的话，肯定是这边搬下来、啊、是的，就是说这个棋现在是这样，将来这个地方白棋搬虎一下，黑的还要回去。对，就是白棋觉得这三个子的价值在于，将来我能帮虎让你搬着、让你回去、嗯、就是说这搜刮一下还是很愉快、嗯、啊。那么本来其实这个也就是六目棋的话也不是特别大，嗯啊，他还是觉得将来可以搜刮一下黑棋，这个这样的话外边黑棋也没有活了，黑棋要走的话应该是得从这边搬，打一下是不是略俗，打应该不便宜，应该只有所以我是很想打他一下，觉得打一下是不是不太好，有点俗、啊、嗯，这个可能是只有搬，因为即使打一下，如果说是这个图，假如说是这样，那你打一下不就为了打下去吗？肯定是。对，你是打。就打下去，但他就吃掉，你已经损了。对。然后这边你即使再接一个，他大不了就跳下出去呗。嗯。那也没什么。我觉得他拐这个是吧？拐这个。其实你要飞一个，我觉得他是就打一个转换感觉。哦。黑棋这边也没少死，就是我感觉就是白的把这个贴起来，其实这边也没少死。嗯、这个图应该白棋还可以。嗯、感觉是白棋还可以。嗯。这个要是出去被压住，可能黑棋我觉得很还行，但只要被拐一下再出去，黑的肯定就那你拐着一下还是很重要，嗯、对，确实是，嗯、应该是连扳，应该连扳这个棋，他是单连扳，嗯，单连扳打吃，啊，接上，那是准备这样了，这样干了，打劫了，是的，就是这意思，啊、就是这个意思，毫无疑问，嗯。长出来打劫了，这双方都没什么可退的了，反正、嗯、已经是这样了。点一个，搬了一下他，搬一个长劫。嗯，现在如果说黑棋消劫，那就是爬一个，来的爬。嗯，这里面是怎么吃的？让我想想。对，我以为点一个长劫。对，我现在搬一个，你其实想吃我。这件事情是怎么吃的？你我得费点费点不亏，你得费点牛劲，费点精神。对，还挺烦，这下成这样，这然后的怎么办呢？还是拐吗？对，应该得出头。还是拐吧。嗯嗯，我先考虑先往外走一下。这样的话，他铺打劫也就打劫吧。对，因为你要在里边走，就走不完了，可能。对呀、啊嗯，哎，还是不干净啊，在里面走一个。现在你拐，其实说，我搬完了接上，这样吗？那我这儿，这是不是要出事儿了？这感觉这冲了扑了打了，嗯，扑，是不是有可能出事儿了？那我，但你补也不好补，好难呀、哦！也我对也不是很好补。我是冲一个粘上，我还是粘上？我到底走哪个才是对的？黑棋是不是还可以、啊？嗯，感觉黑的主要这个地方脚上死的不是很干净。嗯，感觉白棋还是有别的可以吃的办法吗？搬完了，他莫非可以跳进去？跳不进去，能跳进去吗？跳进去被一冲是怎么办呢？就反冲吗？还是怎么着、啊？反冲，因为就冲这个这样吃，他给接上。那我吃，然后呢？怎么？然后就坏了，请问怎么办？然后就接上被一扳，人家气还巨长，只能爬。
那这是必然的呀。嗯，跑也不可能便宜。对呀、啊，跑一个气好长啊，他。那如果这黑的如果粘是先手，其实你出不了头。嗯，其实你出不了头，那你就得在底下走。那你底下走，那不是你也不好吃我，你得收好多气。这边我把劫消了，将来黑过来感觉白棋，这样哎，黑棋还可以啊，我感觉。对，他怎么没考虑街上的问题是吧？啊啊，他没有，他挡住了。对啊，他为什么不考虑街上的问题呢？这小哥，这然后呢？提过来劫呢？冲一个。他是找了这个劫，冲这个，然后白棋接上，形成转换了。啊，冲这个，这个我感觉劫不行，这个黑棋是吧？啊，我感觉这个劫不行，这个劫主要是这个地方，就是大家看好像是说黑棋那个就是好像损的不是很多，白的就把劫粘上了。嗯嗯。但是如果就是我们手割一下，黑的就有点太亏了。嗯，就这个地方等于黑的两个子，对吧？加上我提过你一个，嗯，等于三个子，嗯。那么就是说，你拿掉两个，你拿掉三个，我拿掉三个，嗯，就等于这样的。就你当初连扳，我打了退了一个，啊，然后接下来你就是开始你的表演，就是这让我送我一个，先送我一个，嗯、然后再送我一个，然后再走，然后再送我一个，就是这几个交换就亏特别多了。而且白棋通就你本来这个先手你是要从这边来的，这边白棋又跳出去了，嗯，这边你又损了很多。将来他接先手的话，他将来接先手这个地方压完也不存在收气，就等于黑棋这一二三四外面全碎的，就是全这子全废了，全是碎的、哎、所以你这个地方呢，虽然你确实是便宜了、嗯、但是就便宜的话也不会说特别特别多这个劫材、嗯、啊，将来因为毕竟其实白的如果说这个地方想活的话，飞了之后这个地方跳一个还是有味道的，其实这好像没有近死吧。嗯，没有近死，对、嗯、你没有办法近杀我这个地方，对，也就是冲了打劫了的，对，嗯、啊、没有近死，就所以说这个地方还是有味道。而且他如果不在里边活的话，将来比如说他拖这个拖完之后就搬一个，就是接上它其实也能、嗯、是能利用到，就是你的脚没有看想象中那么大，嗯，这个地方啊，感觉这个转换黑棋应该是亏了。我感觉这个扳还是接上，黑棋还是觉得应该接这个是吧？我觉得还应该接这个、接完之后飞过来，其实白棋这还挺苦的。嗯，将来这再扳一个，再寻求一个打劫抽气，这个争取把这个接上。嗯，这样黑棋应该亏了啊，这个接应该是没有。那他没接，他想飞了这个。嗯、哦，飞这个。这个还是比较实惠，这个有点判断不行、嗯，这时候比较难，就是感觉现在全局，这个肯定实战小胜这个无疑是巨大一点。嗯，对。对，就是说这样、个、对，限制黑棋，然后也自己也收，然后这贴起来感觉很大。然后这其实出头拐一个也很大，对，也挺大的，就是这不判断不清楚，就他还是选择了一个比较简明的一步棋，嗯啊，这不是眼见的大，对，他就因为要这样出来的话，不知道能不能攻到他什么样子，对，如果因为你要这个的话，他可能会担心，比如说黑的将飞两下，你可能要跟着硬走完之后，他把三三一点、嗯，比较难受，对，你要贴这个的话，就是。他是不是担心将来如果说被黑棋压过来、嗯、黑棋压过来挺大的，挺大的，这样的话他就全厚了，对、嗯、是的，所以就判断不清，要我下我觉得拐一个我有可能会拐，我觉得拐一个很大、嗯、是吧、嗯、对，拐一个的话黑棋是不是就干脆脱先了，反正那边都已经碎成这样了我都不想下他了，他就飞一下点三三嘛、我都不想下这个、嗯，就那边反正我也连不上了，被你拐，我就不想着去连他了呗。嗯，这拐还是挺大的。嗯，他压过来了。嗯，压过来，这样的话，嗯、他等于把这几个，嗯，破皮烂肉反正是连上了。嗯。啊、哦，接一下吗？他一直都没接，白棋贴起来了。啊，他不接，接吃一个是后手是吗？啊？啊，目前是后手是吧？
金鸡独立。我在这，我这要是被白黑的吃一下痛了。哦，要不走的话，白的虎黑挡住，这样啊，可以刚刚好。是这个情况是吧？那如果我做个劫，做个劫呢？那肯定有劫了，劫毫无疑问是有的呀。街上的，反正他现在目前暂搬一时个就他是把你搬死了，能撑住，是对对，他不肯接，不是先手吗？这黑的难道大猪嘴不要了？这个，但是又不着急，飞过来，我在看你这个，他能搬着吗？应该搬不着吧，搬一个是后手。搬一个，我搬了点，你搬着也打劫我吧？对，就是，还有他就是接的问题跟这个长有关系。对，就是这鸡还是很舒服的，我觉得。如果说你是虎的话，是不是他这个长就是后手了？啊，你说这个长完以后，这个打了扳是对呀、啊，跟这个有关系。不过这打完了扳，是不是有个一路到虎是什么？看不清，就他是接还是虎，这也是个问题。对，这又是个问题。但是就是白棋，我觉得黑棋这手棋下的还是挺值的，嗯，啊，感觉把这挺些大的，薄棋连成了一起，然后还有一定的发展，没错，那局面应该还是白棋好，感觉是的，这个棋应该还是白棋。然后分头，昨天就觉得小生的棋下的还，就前面还是下的挺大局的那种，不在局不纠缠，那今天一上来下的好凶狠呢，感觉，主要还是于正奇同学先发力，这他不肯自己这种赌一个，对，是的，他加过来的白棋其实不发力的话就亏了，他肯定就本来就不拆，我都想直接靠了这个。但人家虎的时候，他也没有就正面跟他交锋啊，他就觉那得种感觉，弄不过呀，他就弄不 过，他想那边先靠一下，对，然先后闪转一下，先闪一下，这但这一闪肯定就闪亏了呀，就觉得。闪到腰了但是闪到腰是吧？但这我觉得还好，还早吧，这对，棋，这棋还早，也不至于说一下子棋就不行了。拆。所以这个，哇，这个撑得够大的呀，这棋都撑到五路啊。其实我觉得小珍其实状态，我觉得也没有那么好。这棋就分个头吗？刚才王老师还说呢，是不是之前在网上跟小生下过棋下过，对啊？对对 怎么样？觉得就感觉怎么样？不说输赢吧，就说你觉得他是不是很强？就强的已经好像大家都无法抵抗的那种感觉。那就是说，肯定和他状态有关。反正跟我那盘棋，他就反正一直都是不太好的。他一直都不太好，大家也对很对对，清楚。他一直都不太好。就但是后来最后还是他赢了，就他是赢了，对，他就有等于说我当时有一条龙，当时一条龙呢，其实我一直就没有补，我是觉得我看到了他一个打劫的一个手段，但是呢我没有补，就是我觉得因为我一条龙嘛，他打劫杀我，你想那就是说我证明我应该有很多本身的对对劫。对，但后来发现其实并没有，就并没有我想象中那么多，是如这果我样，当时补一个的话，它应该是不太够了，等于我又捞了一票，就当时我捞完以后，就等于说盘面我都已经要领先不少了，白棋。这王老师给大家加点油，加点气儿，也小生他也不是不就可战胜我的，觉得也不是也不说，是强到那种地步，也不是说什也没么，有强到那种地步，它还是有一定的一些问题的还是有棋，点问题，棋也不是下的那么就完美无缺对哈。对，包括就他其实这些选择，我觉得就像我们说的这个，我觉得拐出来有可能会比手对，会是好。的。对，我这个，我觉得他当然就可能跟他对局的时候一个心态是有点关系。我觉是的。得就是说，比如说像这种局面啊，就是如果到这个时候，比如说他对面可能做的如果是柯洁，他可能会拐，我感觉他可能他会拐，会可能会选择拐这个。是的。对，但他现在目前他就是他对面目前他对战的还是于正棋呢，就是说对，他从心理上，应该说跟他不算是同一个等级的选手。对，他就觉得可能会就是我可能下简明一点，就感觉你也不行是，而且我觉得他，我看他的招法，这控围的这么强，我觉得他好像。
对于于正奇的力量要深刻的要怀疑一下，这感觉你进来我肯定要动手。他我觉得还是有流利，我就感觉就是如果、我觉得如果是柯洁他，我认为他可能会怎么这样子。我觉得他这一代的交锋、他明显觉得李于正奇的力量可能就没有那么强，至少他在力量上对自己有自信、昨天跟小米的棋就不是这样的、他能闪就闪了、他就特别大局，他在前面就保持一个均衡、差不多的棋就行、然后中后半盘他再慢慢发力，就这个节打完他肯定知道他是比较不错的。对，是的是的、就他是有所选择，我觉得这个这是看人下棋的是不是。因为这个分头我感觉这棋这拖按理说是很正常的一个下法，就拖一根，如果你搬这个那毫无疑问它就长出去了。对，长或者搬都可以。长搬这个。对对，搬也可以。接上。接上，对，我就算再走。对。再我感觉也可以。因为这棋是这样的，你走成这样以后，那么于正棋山一拆，等于这个地方你就没有鱼，没有味道。他有没有可能再拖呢？你现在你再拖这个，它里面还有味道，我就长了呀。单长了。哎，我就长了呀。你现在你再搬，你觉得我还会管吗？这个就是我肯定我那在讲故事，我肯定要把你吃了。对，我觉得我不吃这还有什么好谈的？你出来你也是挺无聊的，是的，是的，对吧？你可能不可能管，然后再让我靠压去借用，是对吧？然后现在等于黑的一叉二，白的，你说我想保留这个，现在是没有用的，是吧？冲了一点就死了，对，冲了一点看特别清楚，你粘上简单明了，然后他就我煎回去就完了，回去就行了。是的，哎，你这个地方等于有叉二了，嗯。是吧，就是说现在这个味道基本上咳咳等于是没有其实。所以这个我感觉这个分头好像有点松。就对这个分头我觉得一定不是。有点松了，不是棋。不是棋，就是一定不是小身下的棋。不太像，好像觉得、有点不太像。我感觉有点不太像说实话。对，这里面如果说彻底的没棋了，那这个分头得打一个大大的问号、对。然后实战呢他就飞起来。而且还有就他们现在这个时间的分配啊，就是一个小时的棋呢他们尽量就是前面不怎么用时间。把时间就用到后来中盘就是关键的时候，因为一分钟一次读秒、那中盘的时候如果说是很复杂的计算你根本就来不及。没错。根本来不及，那前面就维持差不多就行了，就到中后半盘关键的地方再用时间。点冲。敲起来。这种尖冲现在还是比较常见的其实。对 ,AI 流行以后、就是白棋反正现在贴一下。求个调子，他肯定贴完是从这出头。就在平时的话其实贴还是比较少。就大家在别人见到尖冲的时候这个爬和贴其实现在已经很少见了。就大家如果发现的话差不多就是这种反夹可能会。对，都是这样。比较多就直接脱先了。一般都是那样的。因为就是原来棋就是下的都是这种本格，就是。是。贴了袜毡啊，爬了袜毡、现在已经见不着。现在就这种棋其实已经蛮少见的。是的。那他现在愿意贴的话肯定是说是这个棋比如说贴完之后他试试出个头，那么他本来他觉得也需要出这个头，贴一下做个交换感觉也还好。他实战是这样的，飞这个。飞着说。是。飞着出是有没有将来跟你搏一搏的见这个是吧，见这个他怎么办，那就长吧，应该退然后搬，可以反搬是吧，你要先断我一下我好像还行，但你好像不断我，你可以单搬这个，这样我冲是不是我也还凑合呀，周老师你觉得呢，我是想了一个更激烈的图，我想着我能不能直接拔掉，我的想法跟你在完全南辕北辙。这，我先冲一下是吧？我冲断呢？我觉得我好像不太行。这个是不是有点过于凶猛？这个，
这个我要是冲这好像不一定下得赢淡，啊，觉得白棋有点凶险。对，因为这个棋我就马上要冲出来了，对对你要对。补这上面这被我立下来。那我再想点别的吧，还是，这看起来好像不太行。我反正第一感是跳，就是我肯定就属于比较稳一对，点的，一看就对，稳一比较点。温柔。这个他还是比较凶。对，你是打算直接间断他们吗？还是有没有可能啊？就现在我就就尖现在的，就间断对，他我如是果吧？就尖的，啊，那还是有可能尖的。你是不是应该是只有退那我不退，我还能啊？应该没被有你冲退，下去吗？我这不是那棋么我吧？我觉得，搬，你要不断我断，我不断，我怎么办呢？请问我要搬一个吗？搬我冲，这样是不吗？是我也还可以啊？我就这样尝过来，我觉得我应该也还算有一些收获吧。我觉得，我就正常。就尝一个，这样好像黑棋也还行哈，看着。其实本来我靠你搬我虎，然后这样长过来，其实我可能稍微缓一点，那他但，这个飞不就废对了对，等吗？于你就这等于说儿不废是了扔一了一个个啊？就本来我这样靠了虎过长，肯定是缓一点，但是感觉还是有价值吧。但等于你现在你这儿送了我一个，我感觉我还是可以。我觉得这个图应该可以接受黑棋，但是白棋不知道能不能想点什么办法之类白棋现在是一个棋。的。啊，不懂啊，这怎么操作呢？华丽，有点往这儿想的感但觉。这个可能是假棋，我就搬。你断我，我接上，这样咱一人拔一个。那不亏飞，这一人我肯拔定一个亏到美国是，去这个感觉应该黑棋还是笑了。亏到不知道去哪儿了，这底下都挡不住了，就觉得。那也没看到什么，感觉是啊，也没看到什么棋。也许是一颗可以考虑的一种下法。反正咱们在这摆棋没什么压力，感是觉他们下的这人，这可不能随便动手。对，实战他就顶了一个，他其实顶也是说猫着这个冲这个没靠错。断啊，这个靠所以我觉得于正棋还是挺本格的，他没有这种直接动手的招法，总是想着怎么先站稳脚跟，像刚才也是没有直接动手，他怎么先靠一下对。哈，比较稳，冲，应该是要冲。不冲的话，因为刚才我们说被贴完以后呢，就是比如说黑的现在贴一个，对对，这个地方你各种扑什么劫啊、气啊，什么都来了，然对对对。后这现在劫又成先手，像将来你这个地方也不见得收得到，是，所以这个气这个还是蛮大的。现在主要是现在白的冲有一个问题，就是你现在你这个棋你应该下不出手了，你这个。那我已经往这儿走了一个，对，你现在你肯定下不出手这个了，对吧？你要是现在你要走，你肯定是对只对靠对，这个，全但靠靠，现在等于我不断你这个那就搬呗，了，对，我就搬你了。现在，主要是你现在你，我还是不能下这儿但是你不能下这儿，就是那么就啊，冲，对吧？是。那这棋呢，我就这样贴出去，这样这和刚才的图呢，其实有一点相似，但是感觉这两个交换。感觉黑棋还是亏了，这将来被冲出来目数，感觉还是亏了不少。其实，我就在想，于正棋有没有会有这种直接间断的想法？他如果根本不会往这儿想的话，那他显然不会那么想。那他顶一个，其实不是也但是是看到了他的断点？他，那他顶完了再靠的话，就差很多了嘛，就觉对，得，是差点意思啊，就就觉是，得已经差很多。你直接动手，你跟你先退一下，先蹲住，然后再动手，那是两码事儿了，就觉得。这我有点接受不了，这个棋，他不是这么这下的，陈老师，这个棋我有点接受不了了，这个于正棋，他接下来他下的是这儿，这就南辕北辙了。这跟我们说的看不是，懂了，这什么意思？这挂角跟你这个顶有半毛钱的关系吗？那你你这，要挂就直接挂对，你要呗，挂就直接挂呗，那你干嘛顶一下？这冲出来这两下交换，这亏到姥姥家去了。咱不能接受这件这也事不能接儿，受这个不事能情，接受。这完全不能接受。这个有点，这棋下的有点好像觉得前后有点不对，搭你了，就觉就干嘛？他申正旭怎么了？他申正旭也是人，对不对？这他能怎么着了？这 我，前面他就没敢动手，这地方他一样不敢动手，人家就吃准了他这一点。这就这样来呢？我也没看出来白的想能干嘛。
真没看出来，不是就是我也不知道他白棋接下来怎么搬、我觉得好像白棋也挺为难的。对，他是不是只能这样搬？我连冲出来还黑棋还可以啊，那冲出来总好的了。你要你要断的话，先把他这个飞的子给吃下来，那没有不好的道理、啊。我先手靠断了一下嘛，黑棋啊、就跟你顶相比，我不等于先手靠断了一下吗？这你要搬，我觉得冲出来，我觉得没有差的道理。黑棋这一期。这不能被他飞就吓住了，这个棋飞的这跑去顶了一个，然后妥协，是这个有点、不太明白他在做什么，这个不明白。哦，跳下挂下去了，终于，这被冲出来这受不了，啊就挡住，嗯，这被冲下，冲下挡住，然后尖顶。因为是这样的，黑棋白棋冲完以后，将来这种断一断，就是说他这已经活了。嗯，那么活了以后，他这些子儿你全都是后手，就是你什么顶啊靠啊，就是他一下子他全变轻了、白棋。那这些将来他就是随时都是说他的囊中之物，他都是随时什么时候接都是他的了、你就不用考虑这种一路搬的是什么招法了。对，小尖啊，你看断就来了，就是。忍耐，再被推一下，哎，完了，这受折磨，这开始受折磨，这一个局部直接，我感觉就滑铁卢了。这是现在黑棋的胜率已经到个位数了，各位，本来是大概在30的样子，30多一点，这不下这一串之前吧？对，是的，嗯，就是下完这个顶也还好，还好吗？他得继续下，他顶完他肯定得靠断这棋，要不就挡住这棋。顶了他的冲应该挡住他。对，挡住啊，就挡住。然后人家补的时候把这个赶紧打掉。啊，打拔。他这个图是这样子，我给大家稍微摆一下。他这个推荐的图是这样。嗯。如果说他并一个补，然后就把这个赶紧打拔了。打拔就是说刚才我们说直接杀气的话是一个金鸡独立，但是可能有个劫。对。啊，将来有可能虎了有个劫啊。因为你现在走完了，白棋应该得赶紧把这个走了。嗯。因为你这个反正也无所谓了，你就。但是这样的话黑棋肯定还是错失了一些机会，我觉得最好的还是应该去把它间断，其实就证明作战嘛、这个我感觉也没什么好怕的，其实反正说实话、就是我心态不知道殷正奇是怎么想的，要是我对上小陈、我有这样拼命的机会我肯定上。对啊，你该拼就拼着，棋老是这么忍着像对，怎么想靠后半盘收赢的？就是陈建勋的后半盘，那确实是，那几乎是、那是没有什么失误的。对啊，所以像这种机方，他这是有破绽的，我觉得有破绽，你抓住不是跟他拼吗？难道说有拼的机会？我觉得还是可以拼，不能放过这件事情。好、就是你这样去下这来了，突然被这儿被冲一下了，躲闪着下，不可能有机会、嗯，其实不可能有机会。对，然后被各种，这简直有点惨，而且这块棋一下子啊，一下子就觉得这整块棋就见薄了。嗯，这对，这该拼的时候还是要拼的，我觉得该动手时就动手，嗯，绝不能手软。这白就顶住啊，前飞。这下本来黑棋感觉这外边挺大的，突然感觉要死了，这棋就将来被白棋过来感觉要死，就是反正活的话可能得从这个夹缝当中去求活的话、就太难受了。这棋就是这个样子，如果有一个局部一手棋没下对没下好，就整个的就可能就如山倒了。对。这个其实作为我们来说还是挺看到于正奇至少有一定的表现，我觉得就是至少就是你最后的结果可能是真的有可能改变不了，对，但是你让他至少拼一下，你让他至少出身汗嘛，对对不对？你不能让他汗都不出，耗他点血，对对，嗯，这个
靠断这一串，我觉得还是看到了于正奇的一些比较还不错的感觉嘛，就是他通过这个靠断这些想拼一下，其实对他其实实力还是很强的，就是这个我觉得错失机会，就你这个时候下的再好一点，我感觉他的其实比较擅长后半盘的收束，我感觉他是对收束是比较有自信的那种啊，要不然他的棋不会这么下的。说实话，该拼就、就得拼了。这个东西是这样的，我觉得吧，你后半盘，你就是说你再自信，你看你对谁？对，关键是你的对手好像不太容易收赢的那种人士。跟深圳去，你要是拼后半盘，真的那好像没什么希望。我感觉没什么希望，希望不大这件事情。对，就是目前反正我跟深圳去。反正正式比赛下过一盘啊、那反正我还是赢了。对，但是那盘棋的话，就是说我从头开始就跟他一直在杀，哦、就从头杀到了尾，哦、就是从头一开始，然后就是杀，然后吃了他一块、吃了他一块，他就弃子啊、他弃子呢，就是说外边他比较厚，然后一直在攻杀我，我就后来呢，我控很多嘛，就吃了他，然后我就一直在做活。他杀我活，他杀我活，然后最后他全杀我全活了，让他输了。就是说没有什么说是拼什么理解或者什么那些。拼官子。对、就是说大家跟他拼命，其实我上去就跟他拼命，就属于我就拿这把刺刀我就冲上去。就该拼的时候还是得拼，我觉得 就不能老是妥协那种感觉。因为这样的话。顾及到他是深圳区这棋不能太猛了，不能、那不能行，这棋下的。那这棋下到这儿的时候呢，确实是这个白棋这一串便宜了挺多的啊、形势还不错。嗯，但是后面会发生什么事呢？能不能指望一下小生会发生什么错误啊？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吧，一会儿继续回来欣赏。天元公众号，加入成为天元围棋会员吧。好，欢迎回来。啊，我们正在为你讲解的呢是第23届农心新拉面杯世界围棋团体锦标赛，今天是第12盘啊，是由日本的于正奇八段对阵韩国的深圳虚九段啊，棋已经结束了，看这意思是应该是、这个画面上已经结束了，对，小镇已经离开了他的位置。今天的棋我看起来他还算比较轻松，正奇的话还是在和对感跟旁边的人在讨论这期啊、确实行，那我们就接着看棋吧，好的，还是给大家把棋慢慢的看完。好，那现在这一带黑棋是挡下去了，那对他这个靠断完了长脸，他肯定还是得挡。对对，他就是为了把这两个子给吃下来。对，意思是。那是说白棋现在等于他如果先手完了以后，刚才我们说这个棋过来啊，嗯，这整体一块这个大龙啊，嗯，是有点惨，对吧？对啊，有点惨，嗯。然后白棋他还不乐意呢，他这两个子我不能随便让你吃了。嗯，对，他力肯定是要多送一个的，对，多送一下。多送一下，这个地方要不要再打一下这个棋？他不是这样的，他是要断这个，然后再击打这个。还有这招没注意，这招没注意啊，这招没注意吧？我也没看到，我还以为他就死了，就准备把他弃了就算了那种。是。他拐打的时候，白棋可以击打。击打的时候，如果说他实战也是这样的，你肯定不能让他渡回去，渡回去那不全死了吗？对。然后他提，如果你长这个呢，他就正好，啊，反正怎么连一个连回去，那你这三个子就留下了。对，是这个意思。那这个意思，那这个意思那是什么？那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就是黑棋只能打这儿。那这个意思就是黑棋看错了。不知道，可能没注意他有断了几打吧。没看见，对对。那这一下那就更惨了。嗯。因为现在主要这边没有用，这个断一下白接到这儿，这个地方气紧，它也下不来啊。这个棋这个地方没有用，那就黑棋白棋等于打了个无忧解，解呗。这个棋等于打了无忧解，那这个棋这个
这个棋就是现在我就想到了以前马老师，我让陈老师马尔春老师最喜欢说的一句话就是这个棋还该我下，就是这个棋还该我下，已经不太会了，对，有点不会了。该你下你都不好，对，该我下，对，这个对意思就是该你下你都不行，这个棋还该我下。嗯，确实这个段没看见啊。他现在找的是这个劫，这劫也巨损啊。如果说他觉得无所谓，他觉得你没劫财。嗯，他如果说硬一个的话。那这个粘的先手就没有了，他就不要了。对，就这样。然后呢？主要是黑的没有劫财，然后怎么办？他这个断吧，他断不出手。他这个断啊，他本身和白的接上交换是巨亏，对对对，巨暴亏。走完以后，比如说白的将来这种是这一冲已经这个气是要晕过去了，感觉。嗯，这个气被冲一下，他已经不知道怎么硬了。对，因为接下来还是没有劫财，其实还是面临到一个没有劫财的一个。境地，嗯，但我觉得黑的还是得硬吧，这棋讲道理，乔老师，这个棋，这个子儿，这个角能死吗？这个主要是这个劫，白棋就是说他毫无压力的打的这个劫，其实这个时候就黑棋怎么硬都不太对，好像。但就我觉得从胜负的角度来说，你先硬住他，硬完之后再断，就是然后再跟他拼呗，再跟他拼，你等他杀你这个，然后呢，你就看看能不能活，因为毕竟智孤还有机会嘛。你要他强杀你没杀掉，你是不是还有点可能？就是这种棋，就是他如果消劫的话，就是消劫的话，就是说白的一吃还是爬，就是说。这角肯定死了，然后现在等于你要杀白棋这个，你杀不掉就认了，是就属于本来你他杀你，现在你变成你杀他，这两个就是说，这个游戏难度还是不太一样，我感觉难度问题是吗？这是难度问题，嗯，我觉得从胜负的意识上来说，还是给你拐掉，我觉得拐住还是啊，白棋这样就吃了，还是吃的，这也死了是吧？这个棋。打了我可以立，打是可以立，对这个地方一回事。立的话，因为黑的呢只能吃这个，那吃这个的话，白的这可以先不打，然后黑的走这个，白的打，啊，跟刚才那个差不多意思。嗯，打一个，嗯，还是个不入棋，就是黑棋，是吧？你搬我铺了，就提掉就好。也不行，也不行啊！那就是说局部还是死的，对啊。那死了，那就没得玩了，这棋。嗯，就死了，那就杀中间呗，断了。嗯。啊，吃的时候，来的先提回来了一个，舒服这棋，这也没办法，接着这个没有。他吃的时候。啊、现在吃了，现在吃了。对他吃的时候，白的提了一下，提了一下，然后他拐打，然后吃这个。嗯，哦，他打吃。对，打吃白棋还提没先立，他先提了一下，先提了一下、嗯，然后再立下去。啊，黑的就只有端这个了，对吧？那白的这两个子肯定也不给他了，嗯，接上。现在主要黑的自身的这个气啊，非常的紧。这待会被冲一下啊，非常紧，就是主要这个地方呢，气也很紧，就将来白的靠啊、挤啊这些，都是有利用的。对，所以说你想吃啊白棋外边这个，就是这个是不可能完成的一个任务。这样这黑棋目数应该是目应该是大差了，现在那边全是白的了。这块实木，对，这块实木，嗯。这块几乎没有，那上左上角十二十，二十五目，那就全局四十五目棋，四十五强黑棋，白棋那右上角十五目还多一点，嗯啊，这底下这边是五六七八九十，十四，是吧？十九二十三十三六三八四十四二五十，白的这一块五十目。那个地方十五六十五，现在白的黑的全局四十五，现在白的目数旁二十，
目前厚薄的状况其实对比差不多。其实白棋这个好像黑黑的这个这个地方的对比差不多。其实白的将来比如说我就这种飞一飞，你这个不肯说杀我，就是我还有木呢，我再告诉你我还有木数。这个棋大差了，这个大差大差。对，大差。这个不是说一星半点啊，这现在。这块棋我总觉得这黑棋这块棋就这么支离破碎的，他还是有点那个啥。因为这个棋打一个，他打完以后是不是这儿能弄有点先手。对，有点先手，他说不定这长是先手，好像没啥先手。对，我也觉得是没啥先 没啥先手。有什么先手？没啥先手究竟。这个棋没什么先手。好，这黑棋肯定得拼命了，这再不拼命真的是没机会了。这时候为时已晚，这个时候为时已晚。这一代这个战争实在是太失败了。下的。我觉得就一手棋，我感觉、就人家冲的时候没下好，或者说这个顶刚才像王老师说那样尖断它，我觉得还挺有机会的。这个尖断刚才就中间休息的时候、是的，我就还是看了一下，这个涨了不少的胜率、就是涨了很多胜率。那说明尖断是正确的。我感觉应该还是可以。因为没看到白棋有什么说好的一个手段。现在。白棋靠一个。哇塞，这还要去屈服一下黑棋。我以为白棋自己就不算了，就是他的意思，那就是说他既然靠在这儿，就那就是黑棋这里没有先手，就这个地方是后手，就如果这是先手，他靠肯定没意义了吧？现在等于我走那儿你不脱先，然后黑的吃，然后你打一下不可能便宜，然后你就搬，然后这个地方也没有棋。打肯定是摸棋啊，那你不打怎么办呢？不打肯定也没棋啊。不打也没棋。做一个好像没什么用，他是不是就立一个？我等会儿等会儿等。这个。这个这是。这你已经死了。这是个连环解，哭一个。连环解。连环解。你有个连环节，我承认。连环节那也算是也行是吧？也找点面子来吧，也行是不是？那可能是能蹭个连环节，那还好。那你如果先立的话，白棋要立呢？你是不是连环节都没得蹭了？这那只有团住啊。虎一个。虎一个是什么？虎一个就捡勺了呀。哦，还有这招啊。这没发现呀。现在你要打这个，哎，我这狗一个做出一个眼来，哎呦，很巧妙、这个相当巧妙，对吧？你要先冲掉我呢，那你这个地方就是说，你就打不死我，就打劫了。你要挤一个，那我可以打在这儿，那就成劫争了。对，那就是说现在挺妙的，你现在做眼的话，现在那就是说可以只能像就、这个、连环劫啊，陈老师说的这个挡、挡完之后铺这个，这是个连环劫。这个连环节提这个或者提这个提一个就行了，对，提回来是连环节。连环节那确实就这个不是说一个绝弦，当然这连环节肯定是很有价值的了。就你有了这个，那就是有连环节，那你就劫财无敌，那就是说，但你这个连环节也不是说就人家必须应的，你提过来还是个劫，不还就是连环节。对啊，就是如果说他不硬的话，你不一定一定会是劫财啊。对对，就是说你走的话，你接下来再走一个，他还是打劫啊。这个劫有点是那就是这个还是后手，目前还是后手。还是后手。后手的话，那这个地方呢，黑棋呢就有点问题了。就是说，他现在你这个后手呢，这证明了白棋我这个是先手。对吧？那这个先手，那你这个地方你就得补齐了。这一冲就冲垮了，要不？他断了一个。哦，拼了！那这个时候这得拼了，这时候就拼肯定是没法过了。这个时候是拼了，这个时候拼有点晚呀。这个时候为时已晚，为时已晚。这个时候拼主要是太简单了，太简。没什么变化，就是说也有点无理，说实话现在拼的话是有点无理的状态。我也觉得是当时如果你
当它飞的时候，你反击歼这个，我感觉是一个你占理的一个战斗。现在属于那种无理取闹的状态。对，是。连扳，然后黑棋先打了一下，然后这个时候打，这个时机，哇，不理你啊？对啊，我觉得他不理都可以。如果要吃外面的话，完全可以考虑。他觉得你这样都死了。嗯，好吧。他觉得你全死的，你全死，没有一个死是活的。对。饭吃完了，尝一个杀气。最主要黑的气实在是太短了，有点紧啊，有点紧，有点紧啊。白棋主要他还能出头，但我感觉这个子儿他给你也给你连回来的气。连完完这儿我还杀你这个，一个都不杀得过瘾是吧？全是我的，全是我的。我感觉就这，全给你留下。还是温柔一点，温柔一点，算了，你吃人家就行了，你不要那么狠嘛。那白黑的也得接吧，这棋。他连扳了一下，他气了，杀不赢。如果说他是粘，你刚才说的是粘哪个？粘这个是吧？粘这个他是怎么杀的？他是不是尖出去？他是不是出头？还能尖出来啊？对，这还能尖出来的，还谈什么呀？这还怎么杀呀？是能尖出来呀、啊？这些这往哪儿杀才能杀赢啊？是能尖出来啊？横竖都杀不赢，这冲出来这儿也没什么。是啊，这是也不行，这也不行，这能尖出来，主要这也是后手，白棋气还挺长的，这粘他，因为尖是先手嘛。那我就粘也粘不着。我要杀气的话怎么办？就把这个粘上就得了呗。不是，他就出头了，他这你也对呀、啊，你这也冲不动，冲我就长，再冲我绊住你，有什么关系？一直往前推也行啊。嗯，不行，确实这不行了，怎么着都不行了。这属于那个挣扎一下。嗯，这个没有。这现在刚才我们点这底下本来白的是50。现在60、70、80、90，白棋这块90，上面100多了，这肯定不行。这边全四分之一个棋盘全干掉了，全部干掉，全部干掉，先出来。哎呦，这只能说呀，就是说这个于正奇还是说像邱老师这个说的，我是觉得他力量要弱一点，就是他这个时差没倒过来，我感觉还在倒时差之中，还在倒时差。你想他们下5个小时的棋的话，循环圈5个小时的棋，每方5个小时，他有足够的时间让他计算。所以他们不会下那种很过分的招法，因为一旦过分可能就被对手击溃了，人家算清楚直接把你搞定了，所以他们的棋为什么都是慢慢下，然后后面拼官子，就是有道理的。但这棋就刺刀见红，你这不立马升砍就把你砍死了，这确实人家算得够快啊，所以这个计算的速度还是很重要，我觉得。嗯，还就是一个时差，就是你这计算的速度差太多了，不是差一星半点的事儿、嗯。这个于正奇也收获经验吧，这个反正自己、至少他得应该有这个上场的准备，还是他觉得景山君可以连续上次的神勇。嗯。这棋如果说你下得很清楚就能把人家赢了，那就说明人家跟你不在一个水平线上。这不容易做到这件事情。对。尤其你对申振旭你想下得很容易就赢了，这就好。嗯。真的就是跟申振旭我就有一个体会。嗯。就你什么时候都不要觉得自己赢了。他永远有跟你搞的这个。就是你当他停中认输的那一刻。你才能确认。你才能确认这盘棋你赢了。如果没有这一刻，就是你千万不要觉得你赢他了。就我跟他下那盘棋的时候，就是下到最后我已经基本上
都赢很多了，就目数他差很多，排在三十多目了。嗯，但当时我特别紧张，他还没有听众，没有认输，当时我就心跳的很快，我觉得我都不敢相信，就是对手太强大了。但真的，当他停钟的时候，嗯，你才能确定，真的确实是赢了，这棋。就是咱们感觉有好多的时候都是被他在最后的时刻去逆转。所以之前有棋友问我说，这个日本棋棋手为什么现在不行了？那不管是世界大赛还是就是三国擂台赛上，确实日本棋手的成绩现在不如以前，毫无疑问啊、哦。那我就说，第一个就我觉得这个用时制度他们是要改革的，这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我觉得是。如果说他不跟世界大赛接轨的话，你让他们怎么适应世界大赛的规、这用时啊？我觉得这个根本就啊、哦，你觉得呢？我之前我是不知道的啊、我是不。他们是两日制比赛，他们是就是很有仪式感，就确实这一点。我觉得日本棋手是很强的，就是他们做得很好，一直保持他们那种庄重的仪式感啊、给人一种就职业棋手是非常就高高在上的，或者说是他们是很优秀。然后他们只进到那个酒店开始就要把手机上交啊，从入住开始就要上交手机，所以我就说那头一天封盘，那当天晚上不复盘去了，就那不行，这手机都得上交，所以当天是入住他指定的地方啊啊。就没有机会去看手机啊什么的，复盘什么是没有机会的、啊、这一点他们做的是比较严格的，确实有一点、嗯、是的是的。就像那种感觉，是不是就那种古代，就是比如说如果有一个跟一个剑客或者那种很重要的那种挑战的时候，对对对对，先什么沐浴更衣 啊，对对，就是先什么更衣 啊，然后什么先沐浴啊，然后就全部准备好了、啊、再去、啊，就是有点这种意思，好像我听着听上去、嗯。所以我也不怎么看他们、嗯、因为之前他们棋圣战的这些棋盘棋的棋谱我也没看、嗯。我不知道两个人这个八个小时的棋会下成什么样，我不太懂，因为我觉得我看人家下两个小时的棋我都看不懂。八个小时的棋他们肯定计算非常深远。我想要看懂就更难了这件事情，所以我也没看这件事。我是觉得会跟就是两个小时的棋会天差地远。就是包括作战的选择啊，就是每个局部的这些选择，这都不一样，通通都不一样，跟时间是有很大的关系。哎，就是陈老师，你说都不一样。如果说就是真的有，如果一方有八个小时、那我人类和电脑下的时候会不会要好很多？他们有人下过的，八个小时，就两个人下训练棋，然后后来告诉我说。这棋下手质量特别差，你不能想象吧？没有用是吗？质量特别差，就是他们习惯了。时间人多了，也没用是吗？不一定有用，你可能算的会深远很多啊、哦。但是，可能这棋就趋于平稳了，就不会那样，就一开始就接触战，哦、一接触战就算清了，就把你吃了啊、哦，是吧？啊、哦，是这意思啊、哦。反正我觉得就八个小时的棋。这个质量是不是比这个咱们这一两个小时的棋就一定好？未知，这件事未知。我感觉那你还是好点，会好一点。我感觉会好一点啊、嗯，感觉会好一点。嗯，但是感觉下起来也挺无聊的，好像。对对对。现在是冲下去，这是白的先冲回来，冲完了冲回来，冲回来白的黑的先把这个接上。嗯、现在等于是白棋呢，跟刚才咱们点的目呢，就是说。完全一致了，因为现在不需要收气了、嗯、这已经连回去了。对。啊现在白棋全盘一百多目啊，黑棋这两个地方二十目。就是黑棋现在这一块十十三二十三四十三。撑死了大概就是七十，嗯，那就九十，那就是说白的盘面有二十目的优势了。白棋只要把这个子处理好了就行了。哎、就行了啊。这不是什么很难的事情，就觉得。对。这还挺宽阔，然后上面还有断点，这还有连回去，你这是怎么吃得掉呢？是。黑棋飞一个，然后贴起来，这也没办法，得寻求点机会吧，看看这最后一个战役有没有点机会产生。嗯。万一呢，是吧？盗虎。搬一个挡住上靠，还是做活还对还要继续的秀。嗯嗯，
可以去扎一下。这个扎钉确实很多时候咱们棋友下棋的时候能用得到，能用得到。嗯、就是有的时候人家靠，其实第一感是什么？嗯、你搬肯定是人家是愿意的，没错。就是要你要搬，人家不愿意，人家不可能靠上来。没错。那么就说你搬是人家愿意的，嗯、然后你搬里边呢又不成立，对吧？嗯、啊，退的话感觉又被便宜了。那么就是说有的时候呢，钉一个，因为退一个的话，这个子儿啊，它其实就比较轻。就白棋这个靠的，它这个子儿就很比较轻。嗯、有的时候你退的时候，可能它这个子儿它就不要了，就是它不脱先了嘛，它就当便宜了。哎，但是你要立在这儿，那就不一样。就是说，你杀他的时候，你再把他扳死，那这个子放在这儿，目数和眼数差多了，都差很多。是的，是的。哎，所以这种往下钉的这个棋，还是值得大家这个说去学习一下、嗯、啊。有的时候还是很好用的。嗯，往下钉。当然，现在跟这个棋的胜负应该是没有什么影响了啊。就白棋做活这块棋。太轻松了。对于小生来说，嗯、就是我也能活。我觉得也是。翻这个，嗯，那应该是顶住。最后的奋力的拼杀一下，也要、这个棋你不走的话，因为白的这一虎，对这个棋形底下上面已经是挺快活了，底下还有一个打劫的眼。嗯主要是黑的上面太薄了，这个、没错，嗯，然后白棋打吃了一下，接上，哎，这一跳点是不是？嗯，虎怎么走都行，对，他是虎了一下，虎了一个，这眼位看起来好丰富啊，主要现在这完全不像那些会死的样子。现在主要是黑棋吧，黑棋他现在就是。这个或者粘上，就是你肯定得封住他嘛、嗯，要不然他肯定都连回家了、嗯。就是，但粘上的话呢，他将来就是靠一个，他可以先手把你断开。嗯，那么这个棋呢，白的，比如说我就尝了一下，尝一下是吧？对，尝了一下。现在我还不说做活的事儿，我还说就是你要断你呢。这个棋就是他这个靠，你只能冲，对不对？然后再冲过来，这不已经连上了吗？这跟做活有什么关系啊？嗯、你还得连回去，你就粘上。那我就现在就是。就是又回到这个，这个还该我下的问题，把你吃了。啊、就这个地方，现在白棋这样拐一拐，活棋也是没有任何问题。对，啊、没有任何问题。就是黑棋自己的联络本身还有些问题。嗯、哎，所以说像在这个时候呢，实在是没有办法坚持下去。这个感觉也比较差很多，就是他这个棋收官也不可能了。嗯、这个棋就是说啊。嗯而且这个是自己的联络还有问题，可以说是尸横遍野啊！黑的这一、嗯、这一片太惨了，这一期。嗯，那现在这个棋是多少手、啊？这152手。152手。对。啊，那这个就投子啊！对对、啊，这棋就投了了。确实，这盘棋应该说还是。暴露出了日本棋手的一些不足的地方，就是计算速度的不足。嗯嗯，就正面作战的时候，他明显就要偏软一点，这个感觉。对对、嗯，好像是、嗯、有这种感觉吧。嗯，这个棋确实感觉不知道是不是年轻的余生棋，反正就和如果和之前景山比起来，还是明显就是感觉到力量上还是有差距。景山他就是算的还是挺快的，对，啊、对算的挺快的，嗯。所以这个棋，对计算的速度非常重要，所以暴露出了一些比较明显的问题吧。嗯、而且这是开始，就是，就我们有时间要先对，我们把这个比较关键的地方再给大家看一看啊。那、嗯哦、到这就结束了啊、嗯。是，没有扛到官司，要不然是不是可以展示一下看看这个是展示一下余正棋的官司？但是，但这官子再强，你这钉柱前面都死了呀。嗯。还下这个小子，嗯，往下这个。这个布局呢，倒是我觉得还是第一个就是它这个尖顶，尖顶这个尖顶然后飞起来。嗯、还是现在来看还是比较少见吧，当然我觉得也不是很差的一种选择、嗯、就是他还是希望你先手，他其实就想先手把这个头抬起来然后再手脚对实战
神经序是没有硬它的、嗯、是没有硬的。好，脱退。嗯，就是要我可能直接有可能就来了，就是小申还是先稳住，就是我感觉他、嗯、其实这盘棋小申表现出来的还是一种就是我比你要强就是、稳拿你的感觉。他这两天的这个战术是不一样的、嗯、不一样，所以是看对手还是、嗯、跟对手是谁是很有关系的一件事。对，就是说、当然有的时候其实他如果这心态如果就是说掌握的好，嗯，就是对手是谁可能对于他来说是他能控制的比较好、嗯、但有的孩子可能就是看到对手比如说他太强了他很怕了，或者是太弱他就轻敌了、嗯、就是和他这个心态还是不太一样的、嗯、我觉得啊、他也没有轻敌，他就觉得我这样平平常常就是下下就够了就行了啊，就够了、啊、对、没错，是这意思。实战呢就是要是我觉得我黑棋尖一个还是飞一个我要判断不清、嗯、就是尖一个肯定头比较厚，飞的话对这边打入可能会稍微相对来说好一点，就飞一个的话这边的头会软、上面的头软、嗯、对，上面头软一点、可能尖吧，还是我感觉尖，然后白的就拆边，然后、嗯、对，然后黑的可能点个角，嗯，然后白的就打，这样还是比较均衡的一盘棋。对，我觉得这样其实还早吧。 就像是这样，我觉得这个比较适合于正棋、啊、那其实适合他的棋那应该还是一个比较好的棋、就是说那肯定下棋嘛，肯定还是下自己，对啊，自己擅长的那个路数，擅长的、对啊、就不要去搞一些你都不擅长、你都看不清，那你还要选那个显然是不对的。我觉得是的。嗯，对，就是你这个棋肯定是说下你自己擅长的棋嘛，这样我觉得布局一下然后收收官、这个感觉看上去这样肯定差不多，我觉得棋这棋实战等于说他就直接就发力、这个我觉得深圳这是不可能放过的，这个棋、就是、这肯定靠下去了、白棋是不可能放过你的这个棋、因为你现在加也不太可能，就是加其实白的就这样就回来，其实玩了一虎然后怎么办就 OK 了然后怎么办、对，不太清楚，或者他不虎直接就往你开给你开销了，好像你是不是也有点、我觉得挺好像挺厉害的，对吧，你这个棋主要是将来你得尝这个，然后我就搬了打掉，就他主要是搬了打完之后呢飞出去就完了，就他关键现在虎还先手就那已经昏过去了、也昏过去了，对，所以说就加肯定是不能加、这个棋，那就只能冲，就这是一本道的。其实说、我觉得就于正奇同学呢，他加这之前他是不是应该看到了这个呢，他我不太清楚他对于这个变化是不是有足够的了解。不是，就是他加之前难道他不想先看一下能不能被别人靠吗？我不太明白。因为靠其实是一本道的就下成这样以后就是说白的一场，对，那黑的只能搬，这都是命令型、然后他虎一个，对吧，就是这个还比较简单，就是弃掉三个，对对，刚才我们摆的那个变化图那明显是不能这样下，弃掉三个肯定不行，那就是虎，这都是必然，就一本道了，是的、一本道，就是说他也许是不是没有看到说深圳旭直接就把这儿给直接练出来，也有可能他可能会觉得是不是白的就划个水然后脱先，但我觉得就算划个水这棋我觉得感觉白棋也还成，总体来说我觉得他对这一代的变化好像还是不够了解啊、嗯。如果足够了解的话他不至于这样，不至于是吧、就是人家虎一个他就是、这是靠我不相信这棋是靠的，你看这对是准备的不够充分吧，应该说，对，我感觉就是说也可能忽略了白棋直接靠下来的手段。我看到黑棋有这个变化，有一个小尖的变化、这棋他是冲这个冲、然后挡住完了之后白棋是走这个，这个图不知道怎么样接上，然后白棋要靠加这个来做活，那黑棋还行吧，我也觉得黑棋不错，但是就我、就算我街上跳一个你 这怎么能爬出去啊，那我感觉还行吧，我倒是觉得黑棋不错、
但是它这显示黑棋这个图也就是 30% 的使用率，我不太明白。30其实还好。哦，好吧。30黑棋30。我觉得我要下黑棋、我肯定自我感觉良好、我就接上。主要还是。就下的是简单一点。嗯。就这样吧。嗯。有什么不对的吗？就是这个棋就是说跟咱们开始摆的那个变化图有点像、就是说现在爬二路它其实并不丢人。对。现在爬二路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就看你这个爬出来之后是不是对它有威胁。你现在撬它可能它就是爬。它可能。那我就长呗。它冲。挡住。然后它。哇、就这样。不就他就回去。好吧。其实也就是说白棋这边是活的嘛、然后他其实回去以后呢目数还是很多的。因为黑棋的脚地还是比较小。这样一来的话黑棋目数受损。哎对。当然我觉得看上去黑棋这样下完全可以下。要是是我选这个变化我肯定很高兴、我心里面。完全可以下。这个棋。我以为白棋总是想把这个三个弃掉的，就是我对这个棋的一个概念是吧？理解啊，对。那他确实推荐的是弃掉小啊，他的这个推荐我看这个是AI 的推荐，他这个推荐的图是这样的，挤完了然后走这个，挤完了走对，然后就让黑棋吃了。对我感就是说回一下，我第一感啊。我第一感对是这样走啊，他守在这儿是吧？我跟他是大飞的，是守在这儿。嗯，大飞，他就不怕点三三了，就是说，对，这个图比就是直接拽出来的图大概要高三个点左右，三四个点的样子。就差距可能不是特别大，但是那个虎可能也是一个可选择的变化图。所以说，我们就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来，其实深圳区它其实也是有失误的。它并不是下得很完美，对，很多棋都是这样子。对，但它总是能赢。就是说，其实这是一件让人郁闷的事。就是说，其实它是有失误。就我的第一感，这期应该还是说弃掉了，但是就是它就这样练出来了啊。它可能还是跟我觉得它要是跟柯洁，我觉得它有可能。对就这个就是看人下棋、我觉得他就是还是有一点放松，主要他还是对对手看对手是谁这个很重要。看他这个招呢，他觉得于正奇的力量是好像要至少是要弱于他自己。对，所以说他的棋呢下的是稍微的那个对、要过一点啊、要过一点。对，那实战的话，其实于正奇还是说等于那个。闪了嘛？对，他这个下法还是闪了。那闪了的话，白棋跳出来以后，这个角因为黑棋将来要被搜刮，没错。然后这边的话也没有说特别严厉的手段，就是当时我们白如果打，假如说打这个的话，黑棋就这么挡下去接上，那白棋也不怕。刚才王老师摆的是拐出来啊、我记得拐出来也挺大的，好像这个转换对黑棋来说并不是很有利。没错，那实战打劫，你实战打劫没有办法，对啊，只能这样了。摆了打劫，这个搬了一个，刚才我摆还摆了半天，这个粘上，对我觉得粘上还行，其实是吧？对我觉得我感觉粘上还行，就是白棋因为爬的话，只能这样去杀黑棋，他会不会立在这儿杀？立在这儿的话，里面是个什么东西？里面大概是他搬一下啊，这样搬我接上了，然后接一下吧，接一下，然后就做个结呗，在那对接一下，然后这个接一下，他有可能这样杀，但这样杀粘上或者就就补一个，这样黑的再飞过来，我觉得其实黑这样弃掉。可下，我也觉得这个弃子是一个可以考虑的选择。对，我感觉弃掉是可下的这棋，因为说实话，本来呢，我以为这个棋呢，就是说白棋啊，他找劫啊，我以为他是这样找的，点的，是吧？对，我以为他是点完了冲一个，对，因为他是点的，因为如果点你是消劫的话呢，我一冲，那么你接上，比如说，将来我就算吼一个，然后这个地方你就是你的气呢，就是说就没几口气了，黑棋这个地方就减少，你走走走，你就三口气，黑棋等于现在就是说，
这样的话就等于也没有刚才的一些结呀、啊、包括这样收气啊什么的、嗯、这样会比较干净一点。对。但是呢点也是有它亏的地方，因为点黑的一挡白的官子亏了。本来白的搬瞻先手。搬瞻他变成立下去了。哎对。这叫他挺多目。哎对，本来但是点他官子亏了，所以他没有这样找结、嗯、他是觉得就是搬找结当时最舒服的了的，因为本来他就要搬着下嘛。是的是的。啊但作为黑棋来说，我觉得你别人舒服了，你也就你肯定是不自在、我对我感觉总是想反击一下、是的，哎，因为走完以后被提呢，没有一个特别明显的一个劫财，现在主要是，那现在呢，他就选择了冲这个整劫，冲这个白的白棋粘劫了，然后他立下去，那这个劫其实整体来说还是白棋赚了啊，还是白棋明显赚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又回到，就是说当时说。感觉如果说今天小申对手感觉如果说我们柯洁的话、我感觉他肯定还会下的比较强硬一些。是的。但实战的话呢他还是选择了一个就是。特别大局的下法看起来好像。对。对注重大局。就简单。简洁一点就下的。我觉得这样下也够。那实战黑棋压住这个地方还是不错的啊，于正这个这两步棋还是非常大。对，这步棋又下的有点看不太懂啊，就是这小飞，这个分头，然后包括这个拆边，就是我觉得都有一点那有点稳，今天是七球稳，对对，都我觉得就是如果换照平常的那个深圳序的话，他是可能应该他是不会这样选择的，主要在于求稳今天的棋，对，看出来了，我感觉是有一点，就这三手棋，我是很明确的感受到了他这样的一个心态，就是这分头是这黑的一叉二黑的还是挺舒服的，这脚上的味道肯定是没有了，对，白棋关键本来之前拖，我感觉是白玩的，就是说你应该只能搬，然后我搬。这都没有办法，都是命令型，然后我再拆，这样你将来你要走，我就先手上面靠一下，对吧？你要现在走这个，其实你走这个白棋也，他我觉得他下也是拖着走的，那现在他比如说我就虎一个，这比他分头实战不是强多了，好多了，你觉得？但是他就分了个头，就是他就说这个地方那个让你别都全连上，就这里呢，我不跟你计较了。我觉得分头的意思呢大致上就是让你拆一个，虽然这里都是你的，但是我这儿割一个，你这儿就这个成不了大空了这一单。这样我可以腾出一手棋来在这儿。对。他就是这么想的，他你解明一点，你别成大空，我就行了，就是这么个意思。就这么个意思。然后先冲感觉上还是不错的。对。跳一个。白棋飞。对。你这个棋其实后来就是等于中场就休息的时候我们也看了一下、就是那推荐的话跳这还是 跳推荐还是跳、当时因为我摆棋我说我第一感就贴完之后就是说把这个跳出来、跳一个好像觉得堂堂正正比较正义比较正义的一手棋特别正义啊、这个棋就是申真勋他就是很邪恶的就是他就是要歪一下有一点点欺负人的感觉、对是的赵老师你有没有感觉是的说有点欺负人的感觉为什么说他有点邪恶这不棋、正义和邪恶吗对邪恶就是有点稍微有点过的这种感觉哎是按理说你过一点嘛人家总是想着我怎么才能把你反击了就你这过的子我得给你留下对或者是我怎么样想办法让你这个过的子变成一步坏棋就是看到这个飞其实说我为什么当时摆棋的时候我第一感是跳呢就是我当然我知道这棋呢可以飞但是飞就是我第一感我觉得这个地方它是有问题的。对。我觉得这个地方它是存在一定的风险的。而且我觉得这一间。立马要动手。对我就是要立马我不客气了。对。因为兔也基本上并立型我一搬过来其实这个变化我觉得如果告诉于正棋这个棋你可以这样下。那他肯定立马就下了。对。他说这一拍大腿哇这个就是但是下的时候他反而可能就有点顾左顾右的可能就、哎、对。因为我们说的毕竟可以不负责任、哎、但是他是坐在那儿下的人
会顾虑会比较多。是的，是的，哦、是的，因为这个毕竟农心对对还是一个三国比较重要的一个比赛啊。当然，就是我从我来看，这个反击是成立的。嗯啊，所以其实从这些地方来看，其实神曲它是，就它其实是有破绽可循的、嗯，不是说完全的无懈可击。没错啊，比如说像这种飞 啊，对啊。就要反击啊、嗯！就是我看了一下，确实就是没有这个推荐。但是，如果就我试下的时候，然后这一手确实是涨了不少的胜率、嗯、啊。就中间休息的，我觉得这也因为我们摆的时候其实也看了，就感觉也没有白棋想到，好像没觉得白棋有特别厉害的这个反击的手段。嗯、对对。如果说你只是把这个飞的子弃掉的话，嗯。那你为什么要飞呢？那大树为什么不是跳的呢？就是说他气也行，那他气不好。对啊，就是他气，他可能只能这样推两下。就是这推两下，就是他其实不像是什么好气，没气到什么东西啊。其实说，这个我觉得是黑棋整盘棋就看起来最好的一个时候了，最好的机会啊。其他时候都没觉得他有多好，这不是说他这一扳就好了，但是这是个机会，毫无疑问。我觉得扳完这棋就双方可能就回到说对，就剑拔弩张那种状态了，起跑线上、对、哎，可能就回去了。对，嗯，本来黑棋一直都处于劣势，对，就感觉是。其实白棋的这几手还手啊，还是让自己的那个形势呢被黑棋追进了不少的。其实，啊、嗯，还是追进了不少。但这个是最好的机会，他这个一顶呢，就明显有一点，就像邱老师说本格的一个下法。就我就觉得他的棋就是挺本格。所以我在想，他在日本的那些比赛是不是就是跟人家铺铺地板，然后收收官子就赢了那种感觉？嗯啊、他给我的感觉是这样，因为我之前也没有仔细看过他的棋。我也确实没有跟于正棋就是完全的，就是说就不是很了解。也对，因为如果有机会下的话，肯定会做一个备战，去一个了解嘛。对，你跟他下过之后，你有很直观的了解，那你就很清楚他是什么样的人、现在就是也没有对，所以我也不是特别的清楚，但今天看他的棋是给我那种感觉，他的计算应该说起码来说他的计算速度不是很快啊。这个可能跟他们这个平常训练的这个有关系，赛制可能是有关系、是的啊，嗯，确实是有点关系的。他是关西棋院入段的，好像啊不是日本棋院入段的、这个还是有一点关系，稍微啊对。然后本届这个。对、这个本届这个农心杯呢，但他能入选农心杯呢，那还是很厉害的，对，肯定是啊、就是他和伊利辽还有这个枝野虎丸，他们仨好像有个名字，还有个名字呢，对，他们仨有个组合好像啊，还有个组合叫什么呀？叫什么什么三三什么三三，就三剑客那差不多意思吧。还有这一说呀、对，上次我是这个听一个老师说的，他们叫什么什么三什么东西，他们仨、就是说他们仨现在对于这个景山的这个冲击啊，还是有的。是这样，就是在各大棋战当中呢、就他们主要是以他们仨来冲击景山的这个地位。就本届农心杯呢，就是。正好还有点时间给大家回顾一下啊，就是说第一个阶段是第一盘呢是枝野虎丸，日本的枝野虎丸是输给袁胜珍了。然后袁胜珍第二盘呢就输给了中国的李维清啊。李维清呢接下来就立马输给了韩国的许家元。然后许家元呢就输给了日本的许家元、许家元呢又输给了朴廷桓。他们之间等于说一个连胜的都没有。然后朴廷桓输给了范廷钰，范廷钰又输给了景山裕泰，然后景山裕泰是、应该说是本届至今为止应该是下的最好的一个、一名棋手，他四连胜，然后他赢的是就第一盘赢范廷钰，第二盘赢了韩国的卞相一，第三盘赢的是中国李清城，第四盘赢的是申敏俊。那这个质量还是很高。对对对，而且他那个四盘其实都下得很漂亮，棋下得很好。就大家那个时候对他评价很高嘛，就觉得景山是不是起涨了。但是就是第三阶段就这个阶段第一盘棋他就好像发挥的很一般，就输给了咱们中国的米玉婷啊，当时对米玉婷也是寄予厚望。就第11盘的时候米玉婷挑战是由申真虚挑战米玉婷。
当时觉得米一挺状态挺不错的，是不是？对，要把小生干掉了。老米好像就在去年，包括今年开年，就是一直状态都很 好。是的，是的，确实，没错。但是很可惜，那盘棋呢，有一度米一挺直白的胜率已经达到了90%多。但是这个优势呢没把握住，确实这个棋盘还大。中盘呢也是小申的这个强项。所以就我就刚才说，我说你对申正旭的时候，千万不要觉得自己赢了。对，绝对不能有这个事。任何时刻绝对不有不能有这种心态。然后就各种的这个中盘这个纠结在扭杀在一块的时候，当时也是局面比较焦灼的时候。我看他断打，然后白棋就犹豫了半天，在9秒多的时候入子、落子，当时就产生了这个超时的问题啊、当时呢是判负了，就后来是中方申诉，然后改判了是第二天重下，那也就是昨天呢，应该说申正旭还是发挥得很出色，最后很漂亮的击败了米玉婷。那今天呢他有，我觉得这棋还是赢得挺轻松的嘛。是吧，就是从这个顶这个开始没有反击啊、到后来被白的这个被白棋一冲好像就不行了。一冲他没有挡住，他走了这个多先这地方被一冲，这一连冲、那么这个棋啊好像就已经不在了。我感觉对也就不在了。就是说他这个冲完以后等于说人家还把这个给你顶回来了。先顶了。你这一连他再一断。断就是断完之后这一贴，我看到这一贴的时候，对，那么棋已经有点棋就就差不多了。这个棋应该就是说，应该是宣告这个叫对这个于正棋啊，基本上棋已经不行了，就不行了。那么明天将由柯洁，我们的主将柯洁上擂挑战韩国申正旭，是非常关键，就是火星撞地球。没错没错。那日本呢还有一名伊利寮主将在。伊利寮其实也非常强。对，因为他现在我听说就是说把景山已经逼到了一个悬崖边上，对对对，是日本的那个最关键的一个棋圣战、是的是的，已经逼到了3-1的一个。3-1、是吧，棋盘棋啊、那是还是很强的。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都得自己强大才行啊，明天得赢啊这棋。主要还是看一下明天。对、主要还是要看明天这个关键的这一战、希望柯洁能有好的状态，有出色的发挥吧。好的。好，那我们今天讲解呢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看希望大家继续关注这个农心杯。好，再见。再见。